我跟你讲，今儿我带你去吃一碗重庆争议最大的面。那些老房子里头，那个面我跟你讲，喜欢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，不喜欢的人他说他那个又贵又难吃，但是我喜欢哈，因为他的干碟炸酱真的做得非常的好。哎呦呦，哎来来来来来来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就三碗那个酱锅炸酱，哎，酱锅炸酱，还单独的给我要个肠那个。牛筋儿，单独加份牛筋儿哈。你看那个还，你给我看看，简单的佐料，来来来，你也看，简单调料，它能做出好的味道，看到没？都这几样。哇，那个红油，我给你看，爽不爽？再来一勺豌豆酱。调料酱锅看起来是舒服嘛？嗯。来，哇！给我看那个酱锅面，那个酱好多，那个佐料好多，你给我看。哇，香惨了，闻起。哈，喜欢吃那种炸酱的哈，那种干点儿芝麻酱香的那种，你都可以来搞哈。如果不喜欢的，你就千万不要来了，也没意思的。因为他那儿就只有三张桌子，老板就一个人哈。以前他们是两口子来做，因为我刚才说的噻，他已经走了一个了。所以说老刘的面是他是用一辈子来煮好一碗面，晓不得？来，嗯，哇爽，好用，就是那碗面呢，我觉得除了分量少点，其他没得任何毛病的哈，哼。是喜欢这个面的，喜欢那种炸酱那种老味道的哈，那种芝麻酱香的哈。哇，有哦妈，连煎蛋都没得，哎呀！牛煎的蛋没得了，老板，没卖煎蛋哈。哦哈，那个煎嘛，哈儿那个那一碗吃嘛，哦。煎两个。哎，还有个面真的是三口一碗面。嗯，啊，超级浓郁的味道，哇，它的面真的是酱香浓郁。啊！他那个面呢，准确来说，它不是传统的小面，它应该是担担面和炸酱面的一种结合哈。继续整，哇哦，对吧？好，我那个是素酱锅哈，素酱锅，就那一碗面10块钱，哈。哇，它这个都是芝麻酱的香味特别浓郁，知道吗？啊，来煎蛋，哎呦，等我把面和好了，来，来给你，来一个。可以可以。我说我们做的不是辣的酱。对了，香了嘛？香而不燥。入口香。哎，他们体现都是麻辣熏香的香，哦，还酱香、海椒香、花椒香，知道吗？嗯，舒服。来来来，哎，点了份牛筋儿，哇。单独的红烧牛筋儿，那个牛筋儿是30块钱份儿哈，是的，哦，30，来给你整两坨，哇，爽了吧？哇，那碗我要吃小碗点儿，吃四碗点儿啊。嗯。哇，好香啊！嗯，哇，真的很香。炸酱的香，海椒的香，花椒的香，啊，全部体现到一起。香面哈，嗯。要钱是香面吗？不晓得，一桶10块，10块钱这里，其他都是一般的，还一样的嘛。嗯。哇。酱锅那都是没搞这么的面，我上次吃那个。没过啊，哎。嗯。那你要吃个啥？
还有个牛筋，它不是烧得特别怕那种，还有牛筋不是烧得特别怕那种哈，它是有一丢丢的嚼劲，喜欢吃那种芝麻酱的哈，都可以得来；喜欢吃那种纯小面汤面的，它都一家意思都没得。好嘛，我那碗我最近干嘛呀？最后加点面汤哈，那个原汤还原食。哦，而且你们人不要来太多，他就一个人搞不赢，搞不赢啊！哦，那儿也跑警车哈。中国的心，川渝的味儿，特色。居民楼的味儿，今日消费118，啊，5碗面加份牛筋儿。